候国王当时在位的国王西西里斯为了要得到就是葡萄牙不管是在武器还是在军队各种的物资跟资源上面的帮忙，然后所以说他们就决定说宣布伊索比亚改信天主教啊，那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当地的就是民众哦，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都是这种东方古老教会的就是信徒，那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国王一声下令要改变我们的信仰，而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变成说民众就群起反对王室，那引起了伊索比亚的内战，那个时候有30,000人哦死于就是伊索比亚那时候因为宗教引起的就是内战，哦所以说那时候哦西西里斯这位国王的儿子 Facilitas 就起来就是跟他爸爸说，而且来反抗爸爸，他说哦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民，哦都是我们人民，那、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对待他们，这样子的伤害我们的人民？后来国王也听了他的劝诫，他就把他的王位让给他的儿子 Facilitas， 他自己就去了塔纳湖北部那边的一个皇宫哦隐居，在那边终老过世、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哦 ，Facilitas 他即位之后，他在刚果当刚的定都，然后建了他的这个皇宫，这个皇城里面的范围。看到我们现在右边的这个最宏伟的就是皇宫的话，就是 Facilitas 当时他建，因为他自己建立的皇宫，他即位之后，他定都在刚果这个地方。因为原本他们是 base 在 Lake 塔纳湖那一带，可是塔纳湖那一带，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蚊子非常的多，哦，是有疟疾的疫情。他们希望可以远离，就是疟疾的疫情，远离水源，就是他们定住在这边。然后他选了一个战略的位置，哦，然后他的宫殿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3层楼的建筑，第一层楼，哦，第二层楼是客厅，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比较高起来的是他的起居的，就是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边还有两个有点像是拱门的，就是地方。因为刚开始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就是回廊的，就是一个设计。只是在就是1931到就是1940年代那时候呢，意大利人他就是也是一样，他攻进了就是伊索比亚，希望可以就是占据伊索比亚。所以当时意大利人把他们的军队什么的分布在就是这个皇城里面。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军队为了要就讨伐就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们就对这里就是投放了很多炸弹，所以就把那上面的回廊都给炸坏了。所以说当时这里还有一个回廊。那还有我们最左前方的这个，这个是一个他当时就是 Facilitas 盖的一个档案室，然后里面也有就是兼做图书馆的功能。所以说这三个部分是当时是16世纪的时候 Facilitas 盖的。然后的话前面这个是他的儿子有汉盖的一个，就是为他自己盖的一个宫殿。那在这个72,000平方公尺的就是范围里面，总共有6座宫殿，六个国王盖的宫殿。这个皇宫的话，它当时它是用火山岩建成的，它里面的木头的话呢，都是上好的木头从塔纳湖周围运过来的。那它除了火山岩之外呢，它上面还会用就是发酵过的就是石灰去涂抹，抹上厚厚的一层，所以基本上都像这两个就是门柱这样子。可是因为随着时间就是风吹雨打一直过去，所以里面的石头现在都慢慢的露了出来。然后在这个皇宫也看到说，就是它四个角也像半圆形的就是物体。就是四个圆顶。那当时呢，在当时人来看来的话，觉得很像鸡蛋的上半部哦，所以说他们就称的话，这是一个就是egg palace， yeah, egg palace， 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蛋塔了，蛋堡了，蛋堡葡萄不是蛋塔，不是蛋塔。那然后在这个就是皇宫的最顶端这边呢，它可以就是。是 Facilitas 他如果想要眺望的时候，他会登在那个顶上。如果天气好没有云雾的时候呢，可以从这里一直看到我们早上来的 Lake Tana。这可能是皇王视力也是不错的。在这个皇宫的话，就是基本上它也是一个葡萄牙风格的，就是建筑，可它其实是完全是由伊索比亚人制造的。因为其实葡萄牙在那之前已经在这伊索比亚国境内建了好几个皇宫，他们有很多的工匠都从里面学得了技术，所以他们这个就是由他们完全由伊索比亚人自己来就是建造。那另外的话，有12个就是城门，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给王子走的啊，然后给就是做仪式用的等等，各个不同的用。现在只剩下两个城门还开放着，一个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出去等一下出去的那个门。那当时的话呢，伊索比亚的国王 Facilitas 他们那个时候呢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所以他不止帮自己建了皇宫，还建了后面这个红屋顶的这个教堂，也是 Facilitas 当时一起建造的。那当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就是其实一些葡萄牙人或者是一些印度的奴工，其实他们都是被送到这里来，然后当是奴隶，然后也都协助建造了这些宫殿。所以说有时候这些，然后也有一些贸易往来的商旅所以说其实不只是就是像葡萄牙风啊，后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欧风啊、印度风这些的都会在这个皇城的范围里面出现。
那对面这边的话呢，右手边这边有一些就是葡萄牙风格的一些装饰的，就是不一样。上有洞是以前放油灯的一些地方哦。那以前男人都在这边用餐，皇室的男人跟女人是没有一起用餐的，只有男人在这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哦。女人在 away to the roof for the smoke 哦，两边通，男人跟女人吃饭的地方都可以一起用。也在蛋塔哦，是对着就是他建的教堂，当时的话呢就是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他也是宗教上面的首领。他每一天早上呢都要到那个角落的塔楼里面去去对着教堂去祈祷。那礼拜六礼拜天他会去教堂里面但他其他天的话就只会在塔楼里面就是做个祈祷，然后看就是宗教相关的书籍这样子。是因为这现在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要好好的保护保存所以说他们会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就是各地如果要研究说这以前里面的建造的就是内容物的话，我们就钻一个洞，然后可以看里面怎么建造的，就是不是原本就有的洞，它是后来建造，会一直满起来啊，满到那里甚至有一个出水口，然后等到水比较少的时候呢，就是慢慢的用完，所以他们有一个楼梯可以一直走到就是最下面哦。那王室的时候，他们还会洗蒸汽浴的，会用这里的水去洗就是蒸汽浴，然后下面有一个房间还可以洗蒸汽浴。那如果这里的水真的用完的话，他们也会去取河水来用。这先要抓，先加水发酵6个月，然后那发酵完之后呢，那个石灰就是会就是粘性会很强，它在墙上涂完之后呢，很坚硬，水不会透过去。Leaders 过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约翰The first 约翰一世建了这个最小的这个欧风的宫殿，而他在位时间不长他驾崩之后呢约翰的儿子亚述 the first 亚述一世又建了这个宫殿，我们眼前的这个也是一个宫殿。约翰也在位了40年，他原本里面是美轮美奂，有很多的金箔然后各种珍贵的宝石去做装饰的可是在就是178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发生过一个大地震，就把它里面东西都给震坏了，然后再就是1941年的时候又来了英国的空袭，又把它屋顶给炸掉半边，所以它现在变成我们现在这个很落魄的样子是就是两边各有两个洞，是它可以就是在里面就是架木头，如果他们想要把这个门关起来的时候呢，可以就是那边做支撑把这个门就是堵住那现在就是如果没有放的话，就代表他把这个门打开这样子。有他的儿子有和这个小小的跟那个罗有拱顶被炸掉那个亚述三个，这个是刚刚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档案室，他的标志就是犹大之狮，象征他们的王权，他们会在这里养活的狮子，这是他们的狮子龙在我们的眼前。跟导游说，这只狮子是不是伊索比亚就是野生的狮子，还是他们有没有野生，还是他们去别的地方抓了狮子来摆在这里？他说，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笼子，是当初来抓狮子用的那导游就说，就是这里的就是伊索比亚的狮子是很多的。他说，现在肯亚就是的狮子野生动物这些都是当初就是。军政府上台，伊索比亚在内战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已经虽然够性命顾自己都来不及，还是顾到野生动物，所以肯亚人就开了直升机去把这伊索比亚南部的那些野生动物全部都赶到肯亚境内，所以现在肯亚境内的野生动物很多都是从就是伊索比亚里面赶过去的。但是这个说法我是有点境内呢，其实有13个就是国立公园是很多的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因为其实以前这些都是水草丰美的茂密的丛林甚至是连我们现在只有在就是新元山才看到那些什么山首林杰拉达狒狒那狮子豹这些的，其实以前在这附近其实都是有的，可是因为随着气候的变迁现在变得这里变得很干旱所以很多的动物可能都移到山上去或移到南部去像南部的像我们有去到的那些马沟国家公园Nature Park 那些的里面都有很多的大象水牛狮子这些的都移动，现在都在这些南部这边了，可是以前他们在这里都是可以找得到的那他们以前的话会用这个箱子，就是用这铁笼把小狮子抓起来然后养在这一边所以说导游说他这一直到1991年都还有狮子住在这里是他亲眼看到的他说以前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时候这里也有养狮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据说海尔塞拉西皇帝会被人民推翻就是因为那时候北部都已经闹饥荒结果还有一张他关键性的照片就是他还在拿肉喂狮子然后流传出来然后大家就非常的生气暴怒然后就内战快要发生然后他就说不是狮子他说是还在喂他的狗他说他们当时有一个大的聚会那就是被发现说他也在对他的狗很好然后甚至狗死掉他人民都没饭吃饿的要死他还不处理还帮狗盖一个很漂亮的坟墓还做一个狗的雕像什么的就把人民搞得非常的就是生气这样子他说伊索比亚人有三种肤色一种是黑色
然后一种红色，然后黑色跟红色的后代是咖啡色，它就是属于红色的那种，它肤色是比较浅的。哦，那伊索比亚人长得也不像是其他的就是非洲人，就是嘴唇很厚，鼻子短短塌塌什么。伊索比亚人嘴唇通常比较薄，而且鼻子很挺。哦，因为我问他说，为什么我们第一天在皇宫在山丘上看到的孟伊里克伊斯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的黑人，可是到海尔塞拉西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巨人，是一个白人。为什么差这么多？不是就是都是犹大之师这样一下传下来吗？为什么只差个一几年就差这么多？他就说就是哦，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妈妈的就是人种啊这些的，就是生出来然后基因的组成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哦，那基本上也不是白人。现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国王的皇宫哦，它是1716年到1721年，为什么中间少了跟我们上一看少了10年？中间有被偷走的那10年，为什么？因为他在那10年之间呢，有3个国王相继在很短时间内一直被毒死，哦，所以说中间有10年是对宫斗啊消失的10年。但这个达维他就是在位的时间也很短，只有1716到1721这短短的5年。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国王，我是说在这里面的话，很常会表演，不管是就是宗教的音乐还是世俗的音乐哦。所以说这个就是皇宫被叫做就是歌剧皇宫，就是音乐的一个皇宫这样子。我前面看到的那个就是亚述斯的那个皇宫，因为它的屋顶是有点像这样半圆形的，一个像一个马鞍一样，所以被称作马鞍皇宫。那 Facilitas 的就叫做那个蛋塔，所以每个人就都就是有一个绰号。现在看到这边是就是以前的一些室盖的一些建筑的样本，他可能测测看这个石头啊，测测看这个就是石灰泥，这样是不是已经够强健哦？所以他这边室盖一些就是小的东西这样子。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皇城的遗址，它是一个世界遗产，不可以用现在高科技的东西给它修复下去。哦，所以可以看到旁边那边有一道铿锵锵的声音哦，是妇女在那边怕酒桃发酵，就是石灰用传统的工法就弄出一些材料，要整修的时候呢，用那些东西来整修这些皇城。这牛角可以挂衣服。那这里有一点已经被摧毁了，可是大致上的就是原理是，国王会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前面这边的话会有一颗很大的黑石头，然后会有人在另外一端生火烧那个黑石头，然后那个烧得很热，然后水会从旁边这个洞这边进来。进来之后呢，淋在这个黑石头上就有很多的蒸汽，然后国王就可以洗蒸汽浴，然后蒸汽会从上面这些洞透气出去。那国王如果觉得够了，他就出去外面透透风、纳纳凉，然后如果还想要再回来再继续洗这样子。设计也是还蛮厉害的。他们来就是见国王的话，要骑他们的马来，然后把他们的马放在这个地方哦。这以前每个洞都有一扇门。那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看的话，这宫殿看起来像一个 V 字形，里面比较窄，这边比较宽，所以被称作就是 V 字的皇宫。1935年的时候，意大利人占了这个地方，把这里当成一个军事办公室使用。所以你看这里，现在它就有磨石的地板，磨石地板，屋顶也用水泥重新空轨啊。所以说就已经不是原本的古迹了。意大利人在1935年在这里的时候重新弄的。到从这里看出去，这个房从看出去那一间是以前国王的寝居的空间。从这窗户可以看出去，可以看到国王的房间。地下还有一层。就是国王的这个慈禧的任内的话呢，因为就是这个国王巴卡法死的时候，他儿子还很小，大概只有10岁，没有办法统治这整个国王，而是由他的母亲垂帘听政扶持他。那皇后呢，就建了这个皇宫，跟就是当时的就是小王子一起住在这里面。而小王子长大之后应该要可以统治才对，可是国王却很无能，没有办法统治整个国家，然后还乱花钱啊，把钱都用光了。所以皇室内部起了很大的就是纠纷。所以后来，可是后来国王也是就是可能挥霍无度、酒色过度，然后就是过世了。他的母亲呢也就离开这个皇宫，而住在对面山坡上的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新盖的小的皇宫，住在那边。那等到这六个就是皇宫的皇。六个国王都就是过世了之后呢，Facilitas 他这个政权就是可以走向衰弱了。后续呢，就是有很多的王子，都是所罗门王的后裔，这样子割据了整个国家，然后各个地方山头林立，然后一直到就是 Tedros 这个平民崛起，他就是很会打仗，把这整个国家又全部都就是统一了起来。然后基本上呢，除了 Tedros 之外呢，只剩下北方的约翰二世跟就是南方的孟里克，就是在就是的二世，就是我们第一天就讲的那个国王，这伊索比亚就只剩下他们三个。然后 Tedros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平民统一了伊索比亚的江山，跟北方的就是约翰跟南方的孟里克。然后后来 Tedros 希望可以跟英国合作，希望英女王可以派遣传教士啊，或者一些资源老师
哦，来就是帮助就是伊索比亚这个地方。然后英女皇就是其实英女皇对这个地方是有野心，想要殖民这个地方哦，怎么还可以给这个地方资源帮助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变得富强，不是更难就是掌控？哦，所以英女王就是哎就回了一些漂亮的文杂，送了一些东西，但他的要求避而不答。那就 Tedros 也生气了，就把这附近的传教士全部都抓起来，放在就是监牢里面，就说哦你要回答问题，不然我就不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不放他们走了。然后后来英女皇也就是说你玩真的是不是，我也跟你玩真的，他从印度他另外一个殖民地调了大军，然后来这里来攻打 Tedros。 那 Tedros 他就是因为毕竟那时候伊索比亚他科技没有像就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这样船坚炮利，有最新式的武器，所以他就不敌就是英国的军队的印度的军队的就是攻势。那他在就是他被最后被抓住之前，他就是先自尽了。而他自尽了之后呢，那就这个伊索比亚这块领土上就剩下两个王哦，那两个是真的是就是是从所罗门王后裔传下来的，就是那些割据的王子，剩下北方的就是约翰跟南方的蒙德利克。那北方的约翰呢，他是在跟苏丹邻国苏丹的就是的战役之中呢就被打死了，然后阵亡。所以伊索比亚他剩下就是南方的蒙德利克这个就是比较强大的王，后来他的蒙德利克就逐渐统一了这一片的江山哦，那他也把他的就是首都移到了阿迪斯阿巴巴，哦，就是说这样最后一个政权转移的过程到我们现代的伊索比亚。我们中午吃的四姐妹应该是这四个姐妹，